Twilight Edition。大家好，我是白龙，欢迎来到我的游戏实况。我今天要玩 Cataclysm Dark Days Ahead。我现在人在上次回来的实验室，然后我发现一个奇怪的东西，就是这个，按了一个按大写 M 就跳出这个选单，然后我记得我之前看的时候都没有任何东西，结果现在竟然有任务这种东西耶，不知道这个是零点 A 版更之后更新吗，还是之前就有了？然后我发现我失败的任务一大堆，然后我现在有进行中的任务哎，我什么时候被派遣任务我都忘了，是 NPC 给我的任务吗？总之我们去看一下吧，目标是在2429的坐标，我们看一下2429在哪里，2429。这里，我游标哪里？这里房屋，任务在这个房屋我们去看一下好了。太神奇了，怎么会有这种东西？好，出发。擦干一下。好，哪边是开的？这里。好，出发吧。2429，我来了。是什么啊？要指一下。哦，不重要。我是应该把手电筒关掉，对，因为我的车上已经有很明亮的灯了。我觉得这个警察车真的超好用的，灯超亮的。直直走 ，OK。直直走，小心撞车，开慢一点。感觉这附近就很多车辆。到了吗？还没，还要过。哟，群魔僵尸。我刚打滑了，好恐怖哦！等一下，难怪我的车子刚车头歪了，歪一边。好，是因为下雨的关系吗？我之前没有打滑过好酷哦！下一个路口准备右转。OK， 这里右转。而且我任务达成会发生什么事吗？这里对不对？没有，还没到，快到了。我的车停在这边好了。储存一下。OK。对，我要开手电筒。好，我再看一下任务是不是2429，对，2429没错。然后现在的位置是在22这里，应该在这个房子里面，对不对？他妈应该就在这个房子里面。我把泡面吃一下 ，OK， 再吃一下腌肉。怎么吃不了啊？这样。然后喝个水，准备迎接第一个任务 ，CDDA 的第一个任务。OK， 打开了，进去吧。我愿意接受挑战，先补个弹夹。好，关门。出来。没人，啊，不会在地下室吧？
哎，这个止咳糖浆，哎，这个需要拿，哎，拿不起来，它是液体状态被丢到地上的。哦，僵尸要进来了。OK，绷带，好，这样子。哎，消毒剂这个可以干嘛？拿起来看一下好了。消毒剂，清洁伤口。哦，带着好了。希望不要不小心喝到。来，OK，不需要。好，我们先储存一下。我觉得他应该是把他妈关在地下室吧？我在想，因为他已经变僵尸了，有点惨。先脱一下衣服好了。躯干跟手臂都过热，躯干是哪一个是躯干？连身衣对不对？不够，再脱。这个啦，毛线衣，怎么脱嘞？这样子，好了，OK，来吧，出来，没错啊，同个地方啊，没有看到半个人啊，完蛋了，我这个任务要失败是吗？看一下这里有什么东西，一进木。手机电量强化模组，再看一下，再带着好了，听起来蛮强的。还是我绕一圈看看。22.7，这个范围里面都有可能会有任务目标出现。我换一个手电筒好了，这手电筒快没电了，好暗哦。哦，这个对不对？哎，不是，这像是小孩，还是说他妈跑到隔壁栋了？没有啊，这个就不是目标的坐标啦。看一下，对啊，啊，下面有一只呕吐者，先把它干掉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这次任务失败了吗？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！哟呼，这个是吗？啊？我的 TEC9 只发出干响，无法激发，为什么？哦，有了有了，成功了吗？还是没有啊？人类，嘿，没看到半个人啊！Hello，哟呼，这什么？垃圾桶。下面是什么？哦，车架。对啊，我现在离目标的坐标已经不没有在范围内了啊，还是他躲在草丛里面？躲在草丛里面是哪一招？来杀点肉好了，来取点肉。哎，跳蛛直接消失了，连肉都没剩下，连尸体都不见了。等一下，我的任务目标嘞？很烦呢，哎呦！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什么东西？我是不是应该吃一点那个阿司匹林？阿司匹林是止痛的吗？对，没错，吃一点阿司匹林好了。哎，刚那个，这个应该可以把它肉用下来吧？哎，没错没错，有肉就好办事。哎，这是什么？迷你核弹？哈？呀，
这个地方是什么？房屋？房屋为什么会有核弹？哎，这个等一下，好神秘哦。纸墙。把迷你核弹捡起来好了，可以，迷你核弹可以干嘛？迷你核弹 V，看一下，一个威力极强的炸弹，算是一种手持核武，使用它来启动计时器，引炸后会炸出一个放射性弹坑，炸弹范围内足以一栋房子，感觉好屌哦！等一下，我觉得，哎呦。凶暴狩猎者，这叫凶暴狩猎者吗？这也是僵尸变突变而来的吧？感觉好帅哦，我有点想用哎、欸，开始乱搞这样。这里面也太多，这是什么？有太多那个，那什么？巨黄蜂了吧？第二次看一下。哦，你不会就是我的任务目标吧？没有。哇，这好多东西啊、哦！等一下啊、哦，我看一下这些东西到底有什么。电池，我需要电池，拿一下电池。太阳能电池，其他的先不用拿好了。OK，哎，上面还有电池，这个地方，这边还有吗？没了，走吧，上去。我们储存一下，然后我们来用用看，好不好？好好奇哦。来用吧。啊，我的。左手被割到了，重下，等一下，按错了，按错了，应该是这样子，这样子，这样子，OK，然后补一下弹夹，我们稍微储存一下，然后我们来丢这个，是上面这栋房子好了，怎么样？好。出来！等一下，我觉得我要备份一下游戏档案，等我一下哦，不然太有点太害怕了。OK，备份。哦，档案蛮大的。备份好了吗？等一下哦，快好了，快好了，稍等一下。5秒，4秒，3秒，2秒，哎呦哎呦，怎么越来越长？好，可以，来吧，我们来，呵呵。来试吧，使用迷你核武，设定时间用长一点好，好不好？不然我觉得有点害怕。30，可以设定30吗？好，然后丢出去，好恐怖哦！啊，怎丢这么近呢、哦？等一下，我先走过去，丢。拜拜，好恐怖啊！不要炸我，拜托。哦，哎，好像也没有很强哎，这个范围算大吗？可它发出绿色的那个烟雾，应该是辐射吧？哎，等一下，这种是不是可以去炸一些，例如，我想一下哦。我是不是应该去炸一些有用的地方啊？我这样有点浪费耶。
军事哨点，这个地方我去过吗？哦，这里有军事哨点。哎，上面啊，上面那时候我是开车到处乱逛，逛到上面。我应该拿去炸一些，例如进不去的军事碉堡，对不对？好，我决定了，我不要，我这个档案不要储存，我要把这个迷你核弹拿回来。重开，稍等一下，这样子应该是有存迷你核弹，没错，好，这个答案是对的，我们的任务没有完成呢，好吧，也只能这样，因为我根本找不到任务目标，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就。录了15分钟，我们这一集就录到这边吧。这一集好像没有什么进度，有拿到一个迷你核弹，然后还有发现这个任务。下次接到任务的时候，我应该马上去执行。有可能他老妈已经跑到很远的地方，我已经找不到了。好，我是白龙，敬请期待下一集的实况，拜拜。